央行连四季降息，网友说房价要井喷了。上帝保佑全世界啊！哎，只能够这样，好不好？话是这样说，不过彭总裁还是出手了，宣布降息半码。这可是自去年九月以来连四季降息，从贴现率降至 1.375%， 网友可是讨论得很热烈呢，普遍认为房价可能走高。另一派网友则说自己是月光族，没感觉啦。对于房市部分，彭总裁说房市管控他能放的全都放了，只剩下豪宅管控还是保留房贷最高60%限制。